三番四二十四衙门各州道府，处处都有我们的人。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头，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要想不这么死，就换个活法。生在这世道，当真没得选。可若是活着是为了活着，这样的活法，我绝不能忍受。锦衣卫就是长工养的狗。你存心跟什么过不去吗？对，我就是跟你过不去。跟这群没有用的废物骑到我们头上，你甘心吗？这样的世道，你还没过够吗？